我是苏薇，今天我请来一位嘉宾，他是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乐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个游戏，你猜是什么？才不是，今天我们要玩一个叫就我们抽，看谁先中那个不熟的，因为里面有一颗是不熟的哦，一颗，对，所以有四颗是熟的，看谁抽中那个。哦、OK， 明白。你敢不敢玩？我都在这啊，我跟你讲，不要呗。好吧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，我们先来剪刀石头布，谁输谁抽。是输的 ，OK， 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你敲吗？我觉得这个比较好。不要跳了。敲了。等等，我很怕，心理准备，要心理准备。哇，好痛！耶、yeah, ，是吃熟的，到你啦！哎，怎么可以拿起来看呢？好的，自由选择喽。这是只有一粒不熟的，对。熟的这个是，所以可以吃的这个。可以啊，如果你想吃的话啦。好了，不要吃了，我们等一下才吃啦。OK， 到你啊。继续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我的天哪、啊。我现在在吃。噔。所以在单身哦。
所以今天我们的游戏就这样子。对。所以这个就是给我的惩罚。对。这游戏什么意义？不知道，就。好，我们今天游戏到此结束啦！你们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多多 like 和分享哦。耶！每次煮蛋的受热不均匀很烦，那我相信九阳煮蛋器可以帮助到你。360度环绕蒸汽，蛋熟的刚刚好，省时又省力。但它不但是一个煮蛋器，还可以当到一个小小的消毒器呢，比如为宝宝消毒常用的小物品哦。现在可以在淘宝双十一活动期间点选链接查看。另外，使用蚂蚁小网银支付300令吉返30令吉。另外，新买的朋友在活动期间领官方物流红包，首从0元起。马来西亚额外加码，转小海运2999减50。